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好久没有为大家试车了。那因为嘉伟最近常常要到国外去出差啊，所以可能大家在等影片上会比较辛苦一点。我只能趁着就是在出国前后的空档，中间这一两天，为大家来做一些密集的一些新车试驾，然后再分批的上传到网站上啊，那也请大家见谅。不过我出差也是为了要给大家更多的一些新车资讯。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Mercedes-Benz 的 B Class。那为什么要介绍这台车？因为它有几个小小的改变。第一个就是在规格上，第二个就是目前它的售价和编程只有一个，第三个就是它也是目前在台湾汽车市场贩售的 B Class 当中唯一的前驱车款，加上它搭的就是 CVT 变速箱。不过很可惜，就是柴油引擎目前在台湾已经停售了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还是为大家做详细的新车试驾。首先我们先来看 B Class 它的外观，车头的部分它跟一般我们印象中的房车不太一样，它比较像 R Class 的缩小版，就是引擎盖两侧呢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折线，那折线两侧呢刻意把叶子板向下做一个设计，所以你从车侧看去呢，我们之前在马来西亚试驾 S60 在设计上有点像，就是在引擎盖中间的地方比较高，两侧的叶子板比较低，这样子的话可以让你的车身看起来重心比较低。前方一样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宾士的厂徽，然后是三闸式的一个水箱护罩。那目前在台湾贩售的 B Class 已经把运动化套件加持在 B180 上面，所以你在全车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一个镀铬饰条。大灯的部分呢，它并没有 HID， 不过它有投射式的大灯，加上手动水平调整。那在前保杆的部分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圆点啊，这代表就是它的停车导引系统，加上等一下我们会为大家介绍的它的自动停车系统。这套自动行车系统目前在 B180 上面已经变成标准配备。在车侧的部分也有几个重点，第一个就是它的车身线条腰线非常的深，下方有一个镀铬的一个饰条，轮胎的搭配也是统一的尺寸，它只有一个等级，轮胎的配置是215/45R17。另外还有一个重点，也是之前在 B180 上面看不到的，就是全景天窗。这个天窗虽然没有办法做开启，不过它却可以让车室空间的感受会比较放大。全景天窗目前在 B180 上面也变成标准配备，所以停车导引系统加上全景天窗这两项配备的加持，让 B180 的 CP 值更高。车窗的设计在车外比较看不出来，如果说你今天是坐在驾驶座，会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它车窗的下缘非常的低，所以你坐在车内呢，驾驶视野非常的好，尤其是两侧的视野非常非常的出色。车尾的造型设计不落车头，看起来比较富一些线条甚至肌肉感，车尾看起来就比较单薄一点，如果能够有一个尾翼呢，看起来就会非常完美。那跟车头的保险杆一样，在后保杆的部分一样有很多侦测雷达啊，它主要是要针对一些停车辅助还有自动停车辅助系统的一些需求。打开 B Class 的后尾门，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，就是它的行李箱的空间，还有就是它使用的便利性，各方面的表现并不会输给我们印象中的四门房车甚至中型房车。虽然它是一台比较小型的掀背车，不过后行李箱的空间可以利用6/4分离的后座座椅，而且它的后座座椅的倒平的程度，它的平整度表现很好，你可以让整个行李箱空间很轻松的延展到 B 柱。那至于在车室空间的乘坐品质呢，也是 B Class 另外一个卖点，别小看它的外形并不是非常的大，可是它整个车内的乘坐品质，我们先讲后座，前座嘉伟一样调到我正常的坐姿呢，后座的乘坐空间在膝部空间大概有2个拳头，头部空间的表现也非常好，因为它的车身造型并不是非常的流线，乘坐的品质表现也非常的出色。而且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中间这个座位下方的地板呢，它几乎是平整的，虽然后方并没有冷气出风口，可是整个后座的乘坐品质呢并不会太差，加上一个全景天窗的一个助力呢，所以你整个视野也不会有太大的压迫感，加上它进出的门槛呢也并不会非常的窄非常的局促。以它的外形来说，它的车室空间的表现已经达到100分的水准。接着在内装的配备上，首先在座椅的设计呢，它有两个电动椅，同样是8项的电动调整座椅，不过它并没有我们印象中宾士应该要有的皮椅设计，它是绒布椅的设计。不过嘉伟是比较喜欢绒布椅啊，可是我相信很多消费者更爱的是皮椅。
中控台这个 T 字造型呢，可以看出来还是有点塑胶味，跟我们印象的 C 或 E Class 来说 ，B Class， 我想在中控台的部分，可能大家会比较维持的，就是它的用料呢是塑胶感比较重了一点。上方这个音响主机已经升级到 Command 系统，不过很可惜，并不是 Command APS， 就是它没有办法扩充卫星导航、数位电视，甚至倒车 CCD。下方的空调是单区的恒温空调，后方并没有冷气出风口。在空调系统下方就是重点，它搭配的变速箱是模拟七速的 CVT 变速箱，而且有手自排的换挡功能。方向盘后方虽然没有换挡拨片，不过这具 CVT 变速箱它整个换挡的顺畅性和衔接性呢，确实让 B Class 整个驾驭起来是非常轻松的。仪表板的配置呢，也跟我们印象中的 C 或 E Class 不太一样，两大两小四圆式的设计，中间有一个资讯幕。这个资讯幕虽然是单色，不过它显示的内容却非常的丰富。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它具备了一个原本在 B 两百才有的一个标准配备，自动停车的一个导引系统。这套自动停车导引系统，它几乎已经达到快100%全自动，只差在一个就是驾驶者必须要踩着刹车。当今天雷达侦测到有停车位时，在仪表板上面会有一个箭头，你只要看到这个箭头，你就表示你已经可以，就表示这台车已经侦测到，哎，你的车旁边有一个停车位。这个时候你只要把变速箱达到 R 档，此时在仪表板中间这个萤幕呢，就会做一些设定和提醒。首先会告诉你是不是确认要使用这样的配件，当你今天按确认按 yes 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开始把双手离开方向盘，方向盘自己会转，那你这个时候只要控制你的车速，还有你要注意一下就是前后的车距，它并不会自动刹车，它只是自动转方向盘。那如果说你一次没有办法完整的停好车之后呢，你只要打到低档，它一样会自动转方向盘，一直到你把车完整的停好之后呢，它另外会有一个警语告诉你说，你现在可以下车了，你已经把车停好了。这一套系统对于女性驾驶最好用，因为女性驾驶很多很惧怕就是平行路边停车。不过在这边提醒大家，就是它只能侦测平行路边停车，并没有办法侦测倒车入库这样的功能。我们在介绍 B180 的引擎之前，先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设计。一般我们传统开启引擎盖呢，都是在中间这个凹槽这边有个拉杆做开启。不过在 B Class 上面不一样，当你今天释放了引擎盖之后呢，在水箱护罩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拉杆，黑色的拉杆，你只要一拉就可以做开启的动作。不过很可惜，它并没有油压顶杆。那引擎的放置也可以往后，这样子可以让车身的重心会比较集中在中心点。这具引擎的排气量是 1699cc， 它并不是 1.8， 它应该算是 1.7， 所以它的税金是缴1200到1800这个级距，最大马力是116匹，扭力的表现有155牛顿米，大概是在16公斤米左右。0到100的加速12秒，极速可以达到180公里。比较特别的一点，也是目前宾士车系唯一搭配的就是变速箱，它搭配的是 CVT 变速箱，而且可以模拟到七速。所以刚刚嘉伟有讲过，很可惜我们没有办法试驾到柴油。如果是柴油引擎搭配了七速的 CVT， 在 B200CDI 上面呢，我相信它的油耗表现会非常出色。以我们的油耗排行榜来说，嘉伟最想要测试的宾士车款其实是 B200CDI， 定速、柴油再加上 CVT 变速箱，再加上它是前驱车款，所以它的车身重量也会比较轻一点。这几项利多，我相信可以让 B200CDI 的油耗表现会非常出色。那最后在试驾心得的部分呢，今天因为我们的试车第一个碰到下雨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在高架桥下面找一个可以躲雨的地方来进行拍摄，还有收音，所以在收音品质上可能会稍微差一点。那至于 B180 来说，它有很多很特殊的感受。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般开宾士车型，它大部分都是后驱车款，甚至包括四驱，可是 B Class 它是前驱。第二个就是变速箱，它搭配的是 CVT 变速箱，然后再加上电子动力辅助的方向盘， B Class 开起来非常非常的轻松和轻快，这是在其他宾士车型上所感受不到的。至于前驱和后驱的一个设定呢，在驾驶感受上最明显，第一个就是起步那一刹那，第二个就是在弯道中，如果你踩油门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感受出前驱和后驱的不同。除了这两者之外呢，它整个组装品质还有车体的扎实度
甚至包括主被动安全，所有的特性跟一般我们所熟悉的四门甚至 SUV 车型其实是差不多的。那 B Class 它的售价不到180万，那可是它的 CP 值来说，目前因为总代理几乎已经是在做最后尾巴的一个促销，所以你原本在200 Turbo 或是200 CDI 上面才可以看到一些比较豪华的配备呢，目前在 B180 上面也都看得到，包括全景天窗、运动化套件，甚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自动停车辅助系统，这些配备加一加其实不便宜，可是总代理只加价10000块。OK， 那我今天为大家试驾到这边。我们最近还有非常多的新车试驾，因为嘉伟都在国外的关系，所以都往后的延后。不过我们还是会一一来为大家做试驾。那接下来还有非常多非常重要的车型，包括很多大改款即将要在台湾上市的车型呢，我们也会一一的为大家来做试驾。OK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